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凯。我们今天来到老虎蜜蜂，但是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计划。特别计划？对，就是今天我老婆要打。我的天哪！他说他要打，换我来扫。对，他说他打露营车。露营车，我看一下。超级难哎、欸！他说他大概1750就可以打出来。对对，如果真的不行，我们再来找救星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就换你开始打。啊，他要我打？对啊，最多也就七个宝而已啊。挑战这个呢？挑战。他说他要吃七个饱，要换追车了。嗯，先拉二楼。拉二楼啊？他勾不起来。他怎么可能让你勾得起来？两趴对不？这个真的要七个饱了嘞，怎么办？我立即拍鹦鹉螺卵筋。这个太难了啦。老板，你去打鹦鹉螺卵。我们不要一开始就这么。螺卵筋。先这个好不好？这个应该很简单吧？对我来讲还可以。你要换西瓜是不是？这个啊。啊。哦，两只哎。这应该很简单吧？有了有了有了。哎，有了。三只，这个九个宝就可以了。真的呢，嗯，150，这个对到就可以了吧？夹看，抓到就先夹前门凸出来的那一根。这个爪子那么大，很难对。喂，出来！哎，是。我对的很准吧？他要帮你补。谁要帮我补？后面有。这样不够满吗？见仁见智了。太满会反的不好夹吧？太满就露爪都有困难。我一直夹，一直觉得很心疼的感觉是正常的。为什么？是正常。一直投钱吗？对啊。他这样子我反而不能露。可以啊，你要对准他啊。我真的不信的。你也对不到啊，你还在笑我啊！我先帮你把它抽出来。我觉得我打那个铁桶可能会好一点，用甩的嘞。好，算了。OK， 我们去加简单的。啊，你去加简单的。如果简单的，你应该算饮料可以打而已吧？饼干也可以啊。没有，你打不过。我怎么要瞧不起人？加三，120。哦。下面抽得到吗？抽不到，基本上应该不会让你抽得到。哎，有了呢，补一下。你打这个，你要学会逆血水。一，牙水不是大的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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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按爪子那边的时候，那边的时候再按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帮水很厉害吧？没有。我们先直上直下一下，好吧？我看你胖，等下胖那边先准备。有了。哎妹，这样就对了没？哎，倒了啦。倒了，倒了啦。借我一下，我帮你改会不会软？推到底按。再谢谢。哦，开一个。不要把你借上去了。重。它是湿纸巾啊，迷你湿纸巾。我看你之前我看到。夹一换三只哎，这个他们上次回去很爱吃。那你夹。不要收。不要收看看，对，看看到现场到哪里。哎，就是这样。拖一下就有。哦，三只。哎，其实我不是你，我可以跟他摆啊。这不是一脸，就是看起来已经摆好了。哎，这个好像不错哎。夹四啊，来啊。这好夹吗？应该可以吧。底下抽得到就直接出来了。先看一下保夹，150。我没收哦。没有对好啊。哟。试用吗？出来。如果抽了起来的话就有。对啊。啊？饱了，哭啊！没有饱啦。我刚刚看到150。啊！我打完，我觉得好心疼，我觉得乱花钱。你有剩点的话。夹四哦。应该不难吧？哦，他可以吞下去。我感觉你给他拍他都不能。60块，开始变成溃趴的状态，开始变成不良少年。完全没有了，再见了。1000块，我老婆的1000块。好可怜哦。好了，我来打。哎呀，这个要打一个。我们换7块啊。
打起来跟我打起来都不一样，差很多。因为我是夹娃娃机的 YouTuber 啊。所以真的还是要缴学费的。哎，第一块要几个？三个啊。三个。有了。哦，它卡住带出来。对啊，卡到关边，它爪子太小。滑掉。这个面朝上有点不好打。太滑了。对啊。哦，有了。OK。三个，看它轻轻松松。你们现在打什么啊？三块了，鲑鱼啊，鲑鱼，你很饿是不是？六换一，这个交给你，高难度。OK。它可以滚出来哦。我就是这样想嘛。六换一啊。哦，这个应该前面打完就要叫他补了吧？我觉得应该要攻后面，像这样。二了。对，我觉得应该要打二了，因为他现在前面很平啊，你有发现吗？嗯。哦，有了。摆回去了呢。切。出。哇，刚好一个洞。哎，我在想，他如果保夹，我拉后面会不会一直啪啪啪啪啪啪一直跑过来？哦，因为它偏地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要不然你撕一个保分的。好，撕一个保分的。啊，为什么我看你打我都不心疼钱，我自己打我都好心疼？因为你没入组啊。哎，两个，我知道怎么打了。左右外丢，是啊，对，左右钝爪外丢，然后把它拉出来一点。这边打七罐应该是不知道可不可以试试看。像这样没入爪，我也会心疼。所以不是只有我就对了。对，不是只有你，我也会啊，没入爪我也会。但是我一直都在心疼，所以就一直都没入爪。没关系啊。三个。现在推车是不是可以把那个我们家狗两只一起带出去玩啊？对啊，连小孩都能坐了吧？真的假的？它有这么大吗？露营车都是这样啊，露营车人家用拿来推小孩。有了，我顶多拿到两盒。差多少？我看一下，他打一百，还有150，150太吵了。能出就出。哎，有了，是差三个。还是叫他来补，叫他来补，马上叫，帮我补一下，二话不说马上叫，一点犹豫都没有。我的饭就这样，现在差三罐，对，三罐。我觉得他要把他用翻倒的方式，他比较容易搓出来。对。这外面要1000吗？超过哦。真的假的？好像，我没有搜寻过，我不知道。哎、欸，刚这样左右是外丢嘞。再试看看。好稳哦，走到。哎、欸。喂。有了，再两个。翻。有了。哇，又下去。对啊，有点外丢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子。哎，他这个可能要打这个45度角。哎，有了，下一个出来。哇，快，七罐。1000块以内，应该800块以内吧。我们还要打的那个人呢？我们今天在老虎蜜蜂打这个，因为我主要是要打这个，跟本来其实是要我来打的。对，然后我老婆打到打不出来，她生气，她叫我打。我觉得她已经赢我的钱了。对，她不爽了，她打到不爽，她叫我打，她说一定要这个推车，嗯，因为我们要拉狗狗啊，拉狗狗拉小孩，好像也没有宝吧？但是也有人打那个
洗衣精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他说他20块就打一瓶。对啊，他还换了几台，两台，对啊。个人技术了，我打不习惯。然后我们还要换其他的啦，一样是狗狗的一块。你叫我不要打，我都不会打牌啊，我就一定要甩我才会打。要不然我不会打。今天来胡一峰大概打这样打，我们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目的，就是来换这个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，那我们就下次见了，拜拜。That is what they all say when they see me pouring some wine. Oh, think it's empty again. Better fill it up before I go.